好，感謝主。嗱，我哋今次咧係會講到聆聽嘅禱告，聆聽嘅禱告咧係好重要喎。第一，好多人咧嗱，大家望住我先嚇。好多人第一個先入為主嘅觀念，我都聽唔到神講嘢嘅，點樣聆聽咧？聆聽乜嘢？空白。嗱，我都曾經咁樣諗過，聽唔到啊，聽咩都聽唔到。但係咧，我想話個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一定聽到。咁我首先解釋下。其實呢觀念一陣間我哋會再詳細講嘅，不過我首先解釋下一個引言，俾大家明白聆聽嘅意思，同埋我哋個個都明白到嘅。大家當你信主之後，有冇覺得犯罪覺得唔舒服，同未信主係唔同嘅？好唔舒服㗎！好似佢追住你咁嘅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好似咧，你嘅心眼就話唔係啊，佢好衰啊，所以我嬲佢係正常嘅。你慢慢心就一路壓住自己，唔使內疚，唔使饒恕佢嘅。但係個心硬係唔舒服，一路追住你嘅。有冇呢種嘅情況啊？有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聖靈嘅第一個聲音，凡係重生得救都一定有嘅。咁如果你冇咧，你點咧？你就真心諗翻你啲罪。神啊，我有得罪人，我有諗過唔好嘅嘢，我有講過傷害嘅説話，有鬧過人，有發過脾氣，啊，有冇全心愛神求耶穌真心叫我真心悔改認罪，我真心悔改認罪求耶穌赦免我。你就真心悔改之後，我知道罪好可怕，跟我一次，我知道罪好可怕。我知道罪好可怕。罪可以破壞我嘅生命。罪可以破壞。順著情慾殺種的。必從情慾收敗壞。犯罪的結果是沉淪，所以我要悔改。我知道罪嘅唔好，神好乾淨嘅，神中意任何嘅罪。當我真心悔改，神係好歡喜嘅，神一定赦免我嘅罪嘅，洗乾淨我所有嘅罪嘅，我就一個重生得救嘅人啦。嗱，如果你覺得你未有呢種嘅經歷，內心裏面咧犯罪覺得冇嘢咧，咁咧我哋就首先就真係問下自己嗱，其實有個方法知道自己嘅罪咧好容易嘅啫。譬如有人話我唔覺得自己有罪，我哋用個方法倒翻轉頭講，有冇啲人得罪你，你唔開心啊？大家又話有，佢講啲佢做啲乜嘢得罪你啊？發脾氣啦，鬧你啦，睇小你啦，講閒話啦。睬你啦，係有冇啊？有。好啦，咁我問你啦，咁嗰啲係咪唔好啊？係咪罪啊？係。咁你有冇有時對人咁做翻呢啲嘢咧？一問咗佢人哋點對你先啊？嗰啲人你中唔中意？唔中意。咁你有冇有時咁對人啊？有。嗱，咁佢梗係話佢衰嘛，咁我咪咁對佢咯。咁我哋又會問你喎。如果你有時做得唔好，跟住有人話你衰，我就唔睬你啦，一路日日都唔睬你，咁你會覺得舒唔舒服啊？都係唔舒服。就算你有時做咗一件事，哎，有時無意踢咗腳，咁你跟住佢又嬲咗你唔睬你，咁你硬係低佢，佢都唔睬你，咁你做錯先喎。咁但係嗰啲硬係都唔肯饒恕你，你個心會覺得舒服啊？唔舒服。咁如果係咁嘅時候，係咪人哋做即係我哋做錯，人哋繼續唔饒恕都係令到我哋好辛苦㗎？咁所以我哋有冇咁樣對人啊？人哋對我哋一啲唔好，跟住我哋就嬲咗佢咧？呢個就係引導人去知罪。咁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你當中你覺得我都唔係好差啫，咁覺得冇乜罪需要認咧，咁你就諗下你有人哋有冇點得罪你？又我哋有冇咁樣得罪人咧？如果有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向神認罪，就算一次。但是可以話冇人係只係犯罪一次嘅啫，喺呢個世界上冇人係只係犯罪一次。好啦，當我哋真心咁樣悔改認罪，你就發覺喺裏面開始有神嘅聲音啦。嗰啲意念嚟嘅，唔係講嘢嘅，淨係咧就係覺得好唔舒服。你點樣去即係揮之不去嘅？除非你悔改，求耶穌赦免，跟住你去改啦，你就冇事。如果你繼續咁樣，你個心硬係好攞攞邊嘅。好啦，我想問大家，邊個有呢啲嘅經歷嘅？請你舉手。即係你犯罪覺得唔舒服嘅，你會裡面有提醒嘅聲音嘅，請舉手。但如果你冇咧，如果你冇咧，我就想你真係咧喺神面前咧真心去反省一下，我哋有冇得罪人嘅地方，真心悔改信靠耶穌，我哋就可以。即係因為呢個係得救嘅必然嘅表現嚟㗎，呢個係得救嘅必然嘅表現。一間我哋睇聖經會睇到嘅，
呢個第一啦。咁第二會繼續真信耶穌嘅人，總係會覺得耶穌係好嘅，好想跟從耶穌嘅。呢、这個呢種意念啊，喺裏面咧，我想揾耶穌，我想跟耶穌，我想祈禱嘅。呢、这個就係神喺我哋裏面咧，去提醒我哋。嗱，我想而家大家做一樣嘢先啦，揾隻手踭定一定隔離嗰兩個人。好，頂完得啦。OK， 好，等陣試下。咁咧就嗱，呢個第一個聲音，第二個聲音咧，有冇有時聽到，或者有時咧啊睇聖經，就會領受到一啲意念啊！我呢樣有罪喎，我呢樣要改喎，我可以點樣做啊？大家有冇收到啲意念啊？舉手有嘅收，舉手。嗱呢個亦都係神嘅聲音嚟喎，神會提我哋個透過聖經同埋咧啊聽到。咁另外咧就有時唔係聽得到。忽然間行街見到某個人，就有個意念彈出啊！不如我去關心下佢啦，不如我去向佢傳福音啦，不如我幫下佢啦。或者見到有人有需要啊，不如行埋同佢傾偈。呢種即係話推動神推動我哋去有個意念想做某樣嘢，係去祝福人嘅。呢、这個都係神推動嘅喎，因為聖經話咧，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，即係你嘅心想做神嘅嘢咧，其實神推動你嘅。有幾多人有呢啲意念啊？忽然間就想去幫某一個人，或者向某個人傳福音，或者想去侍奉神。OK， 咁就主要呢個都係神嘅聲音。咁另外咧，有時咧神亦都有聲音，就係話感動我哋進入侍奉啦。嗱，譬如我自己進入侍奉啦，我從來冇發過個異夢，冇見過異象啊！啊，你而家去侍奉神啦，冇喎。我就想耶穌，我覺得神咁真，而咁多人唔知道神係真嘅，我就好想幫多啲人信耶穌。就係呢當時我就有呢個念，一路持續，我成日都同人傳福音，一路持續呢個心，咁我就覺得我係真係好想去侍奉神，就係、是、咁樣開始。呢、这個已經係神嘅呼召嚟嘅喎。大家有冇人試過？就係、是、喺裏面咧，唉、哎，推動我哋，你進入侍奉啦，你去服侍神啦，你開始我啲侍奉啦，有嘅請你舉手。嗱，呢啲都係神同我哋講嘢。咁誒，嗱，另外咧有啲咧就係可能超自然性啲嘅異夢異象。嗱，異夢異象或者聽到神嘅聲音，即係直情有把聲同你講嘢嘅。不過聲音亦都有係邪靈嘅聲音。如果佢同你講一啲叫你做啲唔好嘅嘢啊，叫你自殺啊，或者冇用啊、蠢啊嗰啲咁樣，嗰啲係邪靈嘅聲音啦。但如果神嘅聲音咧，就梗係引導我哋去跟從佢，同埋或者表達愛我哋嘅異象、異夢。異夢咩意思咧？唔係普通夢嚟嘅，而係咧嗰個夢裏面咧係有特別嘅，即係有神嘅信息啊、神嘅安慰啊、神嘅鼓勵啊，係唔係普通發夢嗰種情況嘅。咁咧異象咧亦都喺你祈禱嘅時咧有清嘅異象同埋意念嘅異象。清嘅異象係乜嘢咧？係直情睇到，譬如睇到耶穌啊、天使啊，或者十字架，睇到某啲嘢咧，係一個清晰嘅圖畫嘅。咁咧，或者有時睇到係個天父抱住個 BB 啊，拖住個小朋友啊，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可以係一個異象。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意念啊，忽然間嘅意念啊，好似耶穌抱緊我，耶穌而家我前頭咁啊，呢啲係異象異夢。同埋咧，聽到聲音，有啲人真係會叫，即係聽到神同佢講嘢嘅一個聲音嘅。有呢啲嘅請你舉手。嗱，聖經有講呢樣嘢嘅，呢樣有冇人有嘅 ？OK， 好，係有啲人都有嘅。咁咧，我哋又感謝神喎，因為聖經係話咗，神説喺末後日子，我要將我靈澆灌凡有血氣嘅，你嘅兒女要説預言，少年要見異象，老年人作夢。咁呢個係聖經有講到嘅。咁咧嗱，我啱啱就介紹咗基督徒由最起初嘅資訊嘅聲音，然後咧就會聽到聖經同埋聽到，或者咧係聽到神嘅提醒啦，或者提醒我哋服侍去祝福某個人啦，或者進入侍奉啦，或者異象異夢啦，即係呢度不同層次嘅領受到神嘅意念或者係帶領。咁咧大家有冇問題關於方面咧？即會唔會你話？都唔知真定假嘅，咁係我諗嘅，係一神嘅，有冇任何呢啲嘅意念？大家想問嘅，有冇唔想問嘅？嗱，如果冇咧，咁我哋就繼續，咁其實裡面都會解答呢啲問題嘅。
果有人覺得神都同我講嘢嘅，我收唔到神嘅信息嘅，咁我就話俾你聽，今日我哋會回答呢啲問題嘅。咁但係其實啱所講嘅都係有講到，過基督徒你真係重生都會有嘅。如果你真係冇知罪嘅聲音，即係點樣叫知罪聲音咧？鬧完人冇感覺，佢衰唔係我錯，我冇錯到講大話唔緊要啊！呢個世界唔講大話點生存到呢？偷人啲嘢偷咗哇，好開心喎、啊！偷落袋冇人捉到我，我好開心喎、啊！嬲一個人一路嬲佢唔睬佢，都覺得唔緊要嘅，佢咁衰咧唔睬佢啦。但如果個人係咁樣嘅時候咧，佢係可以唔得救嘅。咁呢個好危險嘅喎。咁咧，如果你中間有人係咁咧，請你一間嚟我哋幫你祈禱，幫你真心悔改認罪，知道罪咧，咁你開始有呢個重生啊，即係裏面有個新嘅我生出嚟，就係神生我哋出嚟，有個新嘅生命，新嘅生命嘅人咧就會有即係呢種嘅表現嘅。OK， 有冇問題想問啊？好啦，冇嘅時候咧，我哋而家睇呢個內容啦。咁一讀完咧，你又望住我喎，讀完個經文啊。第一咧就係聆聽嘅基礎，就係神應承同我哋講嘢嘅。約翰福音十章廿七節啦，呢個經文我哋念咗佢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嘅金句啊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再讀啊，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其實唔難念嘅嚇，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即係神咧，即係咧，神嘅羊咧，神嘅子民會聽到神嘅聲音嘅。咁咧，佢哋咧，我神係要認識佢嘅，佢哋又會跟住我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得救嘅人一定有嘅表現。得救嘅人咧係會聽到神嘅聲音，神又認識佢，佢又會跟住耶穌嘅，即係佢會跟從耶穌，唔係淨係信耶穌。有好多人以為信耶穌即係我頭腦信有個耶穌，信耶穌唔係咁解嘅。信耶穌係跟住耶穌，即係同耶穌有關係嘅，同佢有交流嘅，神會同我哋即係同我哋講，因為會回應佢嘅。咁呢個第一隻。點解有聆聽呢？因為神話咗會有聆聽嘅，神會同佢講嘢嘅。咁而第二咧就係因為同神親密嘅關係，我哋個人同神都有親密嘅關係嘅，都有個密切嘅關係。不過你保唔保持呢個關係嗱？我問下你，你同仔女係咪應該有密切關係啊？係。不過你啲仔女係咪一定保持呢個密切關係咧？係。有時唔係喎，係嘛？你希望係，不過有時佢唔係。咁唔係嗰時咧，即係雖然有呢個密切關係，不過我行到出嚟啫嘛，係咪？咁我哋同神係咪本身應該有個密切關係㗎？係㗎，但係咪個個都行到出嚟啊？唔係嘅，有好多人咧疏忽咗同神嘅關係，咁所以我哋就悔改啦。我哋知道神同我哋嘅關係，呢度下面睇到有神嘅同我哋不同嘅關係啊。第一，父子父女。因為時間關係，因為我想一間用多啲時間去聆聽神啊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成個經文就唔讀曬，淨係讀深色嘅部分。羅馬書八章十五節，不是勞碌的心仍舊害怕，乃是兒子的心。嗱，勞碌係點樣咧？哎呀，我講完啦，讀完啦，你就望我噶啦。奴隸咧就即係唔講奴隸，就講翻工嗰啲人咧。啊，老闆唔知知唔知我做啲好嘢咧？佢做喺老闆嚟嗰時，啱啱見到我喺度偷懶喎，即係咁好驚，好驚死啦！老闆唔中意我，點解炒我魷魚啊？做好嘢時，老闆睇到好開心。有冇聽過人做工有呢種心態啊？大把啊！點解大把？因為老闆係睇表現噶嘛。如果表現唔好，老闆可能炒魷魚。嗱，好多人同神都係咁諗嘅。死啦！神睇到我做得唔好，即係話：哎呀，我唔夠好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勞碌啦，我要做得好好，神先愛我噶。咁嘅時候咧，好慘噶。點解好慘呢？因為神嘅要求比人民更加高嘅。當你咁諗咧，係好慘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如果有個人咧，佢成日睇律法啦，佢可以點咧？哎呀，我今日又諗得唔好嘢，我又諗又繼續諗唔好嘢。哎呀，我又繼續個心裏面又唔舒服。咁樣咁諗咧，成日都係唔好嘅嘢喎。神唔想我哋咁樣樣嘅，我哋就話我有諗好嘢。求主赦免我之罪，即刻神就歡喜嘅。呢樣嘢好重要嘅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都為佢歡喜嘅。隨時我哋悔改，神就歡喜。但既然神歡喜，我就唔想再犯啦。跟住下一步就冇啦。咁神歡喜，咁我咪犯罪都犯罪又悔改咁咪得咯？咁嗱，呢個就濫用咗神嘅恩典。
但係呢個成日活著神嘅愛中，有兒子嘅心。嗱，兒子嘅心同埋奴仆嘅心唔同喎。個仔女見到爸爸媽媽翻嚟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奴仆見到嗰個主人翻嚟，即刻快啲做嘢，快啲做嘢，係嘛？唔同嘅，係唔同嘅反應嘅。咁我希望大家諗到神啦，啊，神係錫我嘅，神照顧我嘅，神做咁多好食嘅嘢俾我哋享受嘅，神做我哋嘅身體俾我哋享受嘅，神喺我心裏面感動我，係叫我翻去佢嗰度享受佢嘅恩典嘅。咁呢個就正面。嗱，負面咧就可以點樣樣咧？哎呀，神成日督責我，成日指責我咁樣，咁咧你就好慘啦。而係神拉翻我俾翻佢嘅愛，拉翻佢入翻佢裏面，佢喺度錫緊我嘅。OK， 好。咁咧，所以我哋祈禱咧，你可以同天父講嘢咧，可以用最親切嘅話噶。爸爸，好中意你啊！即係可以用最親切嘅阿爸父，即係親切嘅説話。跟住咧就係創造主同埋受造者，救贖主同埋被救者。我哋就讀心識部分，以賽書43:1，創造你的耶和華，同埋咧我救贖你，就係神造我，神救我啊！嗱，大家想象一下啊，如果你跌落水，差唔多浸死啦，有個人會湧跳出去水嗰度將你拉翻翻嚟，呢個人同你關係咪會密切啊？哇！呢個人好特別喎，個個人都唔跳出嚟，係佢啊跳出嚟救我喎，好特別喎。嗱，譬如如果假設你係喺個好危險嘅嗰啲急流嗰度啊，冇人敢出去，但呢個人會冒險出去救你，哇！你更加覺得呢個人真係好特別。咁所以當我哋諗到神係我哋嘅救贖主嘅時候咧，因為神係從魔鬼嘅手中去救出嚟嘅。有一日我哋去到天堂。去到天堂咧，可能我哋都會望一望地獄係點樣嘅。嗰陣時你話神啊，你真好啦，你救我出地獄真係好啦，我唔使落地獄真係好啦，我去天堂真係好啦。我希望大家會睇到，哇！原來神救我哋脱離呢個咁危險嘅情況、咁痛苦嘅情況，真係好大恩典嘅。咁喺心裏面咧，感謝神，神係我嘅救贖主，我就歡喜快樂啦。會唔會歡喜快樂啊？感謝主啊！神係我嘅救贖主。好啦，第三啊，葡萄樹同埋枝子，約翰15:7啊，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同埋一個，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，我就給你們成就。即係咧，神咧成日，我哋成日喺裏面咧，神就成日喺我裏面嘅。即係我哋可以有呢種嘅密切關係，神就想我哋成日喺佢裏面，佢又成日喺我裏面，即係佢唔會睇小我哋。因為有時我哋成長咧，就會被屋企人睇小啊。屋企人有啊，你冇用嘅，成屋企人個個都啊，又賺幾多錢啦？你都賺錢都唔多嘅，你又唔夠人叻嘅咁。嗱，有時人咧就會咁樣比較，就覺得咧我哋好似唔係最重要嘅人物。有時屋企都會有啊。那個最寵愛的那個，那個最厲害的那個，但是呢我們不夠厲害，但是神呢是個個都歡喜的，你在祂裡面，祂一定在你裡面，其實是神感動我們先的，讓我們有一種密切關係，跟朋友與朋友了，約翰福音15:10，我乃稱你們為朋友，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。朋友，我想問大家，譬如呢，我要大家看這裡，你個牧師，你教咗牧師傳道。當你有困難，你會揾佢啊？或者組長，你會揾佢啦。但係你有牧師傳道或者組長，佢有困難，會唔會揾你啊？未必會喎，係咪？佢會揾佢嘅朋友啊。大家明唔明？你即係話我哋對於神就係、是、神係我嘅朋友。耶穌是我真愛朋友。我哋個個都睇耶穌係我哋朋友，但耶穌會唔會睇我哋朋友咧？嗱，亞伯拉罕當神要去毀滅所多瑪和摩拉，佢就話咧：亞伯拉罕係我朋友，我要去話俾佢聽喎。咁我想問下大家，嗰啲懶惰基督徒咧，成日黑眼瞓，聽到話黑眼瞓嗰啲咧，神要做咩大事會唔會話俾佢聽啊？不會告訴他，因為他根本跟神關係很疏遠，跟神關係密切有不同程度，即是第
喺個好似個金字塔啊。金字塔嘅底咧喺教堂最多嘅咩咧？係浮遊分子啊，唔穩定嘅，有時翻啊嚟，有時唔翻啊嚟，有啲都唔肯定得救嘅咁樣嘅人。再上一層咧係穩定啲嘅。即係肯聽到嘅，不過咧好多時咧都未必係真係好聽神嘅話。咁咧上一層咧就聽神嘅話多啲啦，肯去處理生命啦。再上一層咧肯去侍奉主啦。再上一層咧就起身侍奉主啦。再上一層就話神啊，有啲咩罪？我點樣可以更加祝福嘅？我點樣更加祝福人嘅？更加有策略性嘅侍奉，我願意進入。嗱喺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咧，佢係追求最高嘅發揮佢哋嘅生命去祝福人，最高嘅策略。不過亦都有啲人咧，淨係想高位嗱，嗰種咧神又未必中意喎。佢以為佢最高，其實佢未必最高嘅，而係個心就係神嘅事就係我嘅事，神嘅心就係我嘅心，我有嘅完全係關心神嘅事。咁呢種人咧係最高層次。我想問你，邊人最高啊？起初嗰啲多，又後面嗰啲多啊？起初嗰啲多，好多人都係呢個層次嘅。神最多同邊個人講嘢咧？上高嗰啲真係以神嘅事為念嘅人，即係話咧嗱，其實神好想我哋個個都成為佢朋友。不過好多人咧，成日一起身，有啲人咁啊，一開起身就開大個電視噶咯，啊即刻啊成即係成日都開住個電視，啊又播啲咩，就成日都係睇電視啊，去玩啊，一間去邊度去玩啊，邊度飲茶啊，邊度邊間飲茶未去過啊，睇邊間好食啲啊，即係總係試邊度好食啲嘅，成日都諗住揾啲。豬狗朋友，或者朋友咧就一齊咧去，淨係去玩嘅。但有啲人成日咁嘅時候，佢個心會點樣啊？好忙亂啊，好多嘢係咪？佢能唔能聽到神嘅聲音啊？聽唔到，神有啲同佢講，你聽唔到嘅。咁咧咁嘅人咧，事實上神好難，即係神想同佢做朋友都好難。佢亦都好少揾耶穌。咁但係咧。當我哋真係體用神嘅時候，神就話咗俾我哋聽話，呢度經文話咩？而家我稱你做朋友啊！我從父所聽見都話俾你聽，即係話神已經話講嘢俾我哋聽嘅咯。個個基督徒都聽到神嘅聲音，不過神想做多啲。第一個層次我哋先講就係知罪嘅聲音，我哋有啦，係咪？但係神係咪要停喺嗰度啊？唔係喎，神要更加提升。慢慢咧，你會開始咧收到咩聲音咧？神會感動你，會關心呢個人。啊，呢個人你會感受到呢個人咧，佢有好多傷害啊。呢個人咧有好多困難啊。呢個人而家面對你有啲困難，神會將呢啲人物放喺你嘅心中喎，等你關心佢喎。神會提你嘅。有時忽然間，咦，嗰人有啲孤單喎，佢需要我幫佢喎。即係呢啲咧就係神喺我哋心裏面咧會提我哋嘅。咁呢個咧就係話呢個人越聽神嘅話，就越收到神嘅聲音啦。你想做神親密嘅朋友啊？你就係越同耶穌親密，越關心神嘅事，神就越歡喜啦。好啦，跟住啦，牧者嘅搖啊，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。其實呢個關係好好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啲羊啊，就算羊啊啲動物啊，或者狗啊，佢識唔識主人㗎？識嘅喎，其實羊都係識主人嘅喎，佢會聽主人嘅聲音喎，即係好似狗一樣嘅，狗會唔會？個主人帶佢行街，跟住佢跟跟咗第二個人翻屋企嘅會唔會啊？唔會，佢好知道邊個係主人嘅。就算啲動物界都係喎，啲獅子都係喎。佢有時一群獅子啦，有一隻佢有時分開咗啦，後來走翻翻嚟，佢知道呢只係以前嗰只嚟嘅。佢哋認得邊只係邊只嘅，我哋就唔好認得啦。睇到隻隻都係獅子，咁咧嗱神都係嘅，神同我哋都係咁樣嘅，神知道。咁同埋我哋係基督徒咧。我哋都會知道神嘅嘢嘅，即係我哋會同神有呢種關係嘅。咁樣咧，即係耶和華係我牧者，我就會認得神嘅，我認得神嘅聲音，我認得神嘅心意。咁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回應神嘅。呢個就係第一，就係咧同神有親密關係。跟住咧，下一點咧就講到神點樣講嘢啦。嗱，我哋一齊讀下聖靈指出罪，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。他既來了，就要叫世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。嗱，呢個我哋啱講過啦，就係叫我哋知罪，就係呢個經文啦。大家記點樣記咧？十六除以二就係乜嘢？八。八八以十六，咁你就記得八以十六。十六章八節就係咧，他既來了，
嗱，呢個經文可以要嚟幫人乜嘢咧？幫人清楚得救。啊，你點樣清楚得救啦？即係譬如有個人話：我信耶穌，不過我唔知自己得唔得救。咁我哋就用呢個經文話俾佢聽啦。聖靈嚟到叫我哋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。你嘅心中有冇自己責備自己啊？犯罪有冇覺得唔舒服啊？你有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聖靈喺你嘅心中。即係你會悔改，你想離開罪咧，就聖靈喺你心中，你已經係得救嘅。好啦，跟住第二咯喎，聖靈點講嘢咧？透過聖經，即係先我哋講到嚇，透過聽到咧，同埋睇聖經啦。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，我哋讀曬佢啊。神的道是活潑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，甚至魂與靈、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，連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話語很厲害，但有些人說不是啊，神的話語很沉悶，我沒心機就神的話語很沉悶。神的話語很厲害，怎樣厲害呢？我用個例子，當你有些不喜歡某個人，沒人知道，你收藏得很好，不過神的話語可以刺入你的意念，告訴你你有不喜歡這個人。或者我們有時侍奉神，有時有比較的心態，我不喜歡他厲害過我，我喜歡人說我厲害一點，我喜歡人說我敬拜好一點，他沒我那麼好，其實他唱走音的，我唱得好一點的，我們很喜歡這樣比較。那這時候呢，聖靈會跟你說話的，即是他會刺入你的裡面。為什麼你家人不關心呢？只是喜歡回教堂，家人不關心，神會刺入到你的心裡面，是不是？會不會啊？是。這個聖經的話語很有能力的，將進入我們的骨節與骨髓，和我們的心中的意念。那這個就是神跟我們說話，神跟你說話我們聽不聽呢？應該聽，不過很多基督徒是會聽漏的。有沒有試過神叫我們不要生氣丈夫和太太，我們是不是立刻就立刻捏反應啊？是不是立刻聽聽話？不是的，我們找很多藉口，他這麼壞怎樣行啊，他這麼這麼囉嗦怎樣跟你聊天啊，我們就會很多的藉口。咁咧就求神幫我哋，啊神啊，無論佢點樣唔好，我都以善勝惡。而家我數下佢啲好嘢，總有好嘢嘅。你嘅丈夫太太有冇好嘢啊？有。有啊。有冇唔好嘢啊？有。都有。咁我哋多數諗邊樣多啲啊？多數諗好嘢。咁我哋應該諗邊多啲啊？好嘢多啲。咁你諗下好嘢啊？我對丈夫都幾好，我太太幾好。不過多數人就唔係咁諗嘅，多數到到丈夫太太唔睇到啦，佢就話：哎呀，嗰時啲咩好啊？嗰時先記得喎，應該而家記得啊！好啦，跟住啦，心思意念感覺嘆息，神咧去透過我哋心思意念同我哋講嘢喎。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再讀啊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啦，大家望住我啲呢度所講咧，就係基督徒有屬神嘅心思。這個是立志和行事，很多時候我們就以為我想做，譬如我想開會傳福音，其實呢是神做事的。我想問大家，有幾個人在報道會信主，或者有人邀請你信主，那你呢其實心是想的，心呢就有時呢在報道會有極極極極很想信主，或者有人問你想信主，你又想信，不過呢硬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說想信主，或者你的心裡面有些擔心擔憂，但裡面有一種聲音提你的，然後呢最後可能你聽神的話，我想就會、表示真的信主。我想問這裡有多少人試過這個經驗的，在報道會或者在有人跟你聊天的時候，你裡面發覺兩種聲音在這裡跟你說話，有人舉手啊。我想說什麼呢？其實在我們那一陣聽到神的說話，神就已經將啲意念放喺我裏面，我裏面咧就想信主喎，不過裏面咧又有啲意念就話唔好信主。其實呢個已經係神嘅意念喺裏面，我哋就以為我哋嘅意念。同埋咧，當你睇聖經嘅時候，你就以為啊，我要聽神嘅話，我要遵從，我要啊唔好嬲人，我要愛人、關心人、傳福音。我哋就以為我哋諗，其實都係我哋諗喎，係真係我哋諗。不過咧，我哋原來一信耶穌咧，聖靈就同我哋做咗孖公仔喎。你越親近神就越黐啦嘛，神就同我哋講嘢，不過同時我哋都有個罪性情嘅，所以咧耶穌同彼得講撒旦退我後邊去吧，即係佢叫耶穌唔好釘十字架，佢耶穌就話撒旦退我後邊去吧。我哋有罪嘅聲音，但亦都有神嘅意念，
神嘅意念嘅時候，我哋以為我哋諗過，真係我哋有諗過，真係想過，但其實係神推動我哋。即係當我哋一信耶穌咧，就有個咩發生呢？神喺裏面一路推動我哋，推動我哋咧就激勵我哋會有啲意念。而嗰啲意念，你係覺得係自己諗過，不過係神推動緊你。嗱，大家用隻手，呢、這個當你，呢、這個當神，你自己用隻手握住。咁你就話神咧，啊，當我得救之後，當我得救就跟我講啊。神在我裏面推動我的意念，叫我知罪，叫我悔改，叫我遵從神，叫我祝福人，是神推動，都是我裏面的新性情想做的，都是我裏面的新性情想做的，是在我裏面的媽公仔。我們就是這樣，這個經文就說我們已經父神是做媽公仔了，就是神在我裏面令到我立志去做和做出來。當你這樣想的時候，我們經常都會留意到神的聲音，經常神就在推動你。 你又覺得是 你想的，不過呢不要緊的，是因為那是我想的還是神想的，兩樣都是，即是是神推動你新性情才會這樣想。未信耶穌會不會這樣想呢？會不會這樣 又去祝福人啊、悔改啊？不會的。未信耶穌呢，有時有些很大很大的事，有時會知錯，尤其被人捉到就會知錯了。即譬如被警察捉了，哎呀，真係衰啦！隻手又隻手又偷嘢，又俾人警察捉咗，俾老師捉咗，又哎呀，我知錯了咁樣。但係咧，老師冇捉到咧，就好開心啊！哎呀，我出貓，老師捉唔到啊！咁樣我哋就會即係未信耶穌傾向於係咁樣樣嘅。咁當然都係會有做好嘅動力嘅，因為呢個神創造人放在裏面的，但是呢的而且確未信主是很多罪是不覺得是罪的。好了，跟住咯，因為心中的意念其實是神推動我們的，我希望大家記得。另外就是聖靈直接講嘢，在使徒行傳十六章六節那裡講到聖靈禁止他們亞西亞講道，然後第二行尾那裡呢，他們想要往地推離去，耶穌的靈卻不許，即是在第一頁第四那裡，即是直接聖靈可以跟我們講話的。這個呢有些人呢親近神呢，或者有些人有這個恩賜的，神真的會向我們講說話的，即是的而且確是一個事實的。好，我都講一下呢，即繼續講到聆聽神的禱告。那我都講一下什麼先呢，大家可以望著我的。靈歌都可以是一種聆聽神的方式，甚至我其實我發現咧，我講信息嘅時候咧，我發現一個情況啊。我發現咧，我唔係講一句，我諗住下一句講乜嘢喎。我初初學講道嗰時係咁嘅，但係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咧，我係裡面有啲意念想發出嚟，但係咧我講嗰時我唔係諗住下一句乜嘢，係一路自己用出嚟嘅，一路一句一句咁樣用出嚟嘅。咁我發覺咧，原來我喺度即係話帶領。講信息啦，同埋你敬拜親近神咧，我都係一路湧流出嚟喎。咁咧，大家你可以留意呢樣嘢嘅，即係你留意呢樣嘢。當你有神嘅心意嘅時候咧，裏面發出嚟。咁咧，靈歌咧，亦都係一種嘅方式，我哋領受神嘅信息，然後咧去帶領我哋去親近神。靈歌咧就係唔用特定嘅歌詞，因為特定嘅歌詞咧，有時就會限制咗我哋嘅思想，同埋限制咗我哋嘅靈嘅，即係你一路跟住嗰首歌唱。咁但係咧，你就隨著聖靈感動，一路聖靈感動。哈利路亞，耶穌你真好啊！哦，耶穌，我愛耶穌，我心愛你。你就容許你嘅裏面嘅靈咧湧出嚟向住神啦。你又喺屋企自己多做先。靈歌嘅好處係乜嘢咧？人更加容易進入神嘅同在嘅。咁啊，可以大家試一下去做一下嘅。咁我而家唔做住咧，我先做。即係話咧，我俾大家知道，原來咧，我哋可以咧，神同我哋講説話咧，係好流暢嘅，一路咁樣湧流出嚟嘅。好嗱，咁我哋而家咧跟住睇第二頁啦，就講到異象、異夢同埋咧圖像，即係神俾我哋一啲嘅圖像，睇到啲嘅圖畫。我哋一齊讀下《使徒行傳》二章十七節。神說：在末後的日子，我要將我的靈轎冠凡有血氣的，
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作异梦。咁呢度就讲到咧，我想问下大家，呢句说话系彼得几时讲嘅？呢句说话彼得讲嘅系几时讲嘅？就喺当时初期教会嘅五旬节圣灵降临嘅时候，彼得讲嘅。他就講到約珥書聖經的預言，就話神咧就話咗喺末後日子，我將我靈兼會凡有血氣嘅神想兼會幾多個人啊？凡有血氣嘅，而他講明有咩跡象，即係佢講咗定義啊係乜嘢？因為有啲人咁講嘅，佢話咧，佢話聖靈工作叫人悔改信主，呢個最主要工作嗱，的而且確呢個最主要工作。不過聖經亦都講到。聖靈有其他工作嘅，其中呢度係講到其他工作，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哋嘅兒女要説預言喎，見異象喎，作異夢喎，即係神嘅聖靈帶領我哋講神嘅説話。即係好似我咁樣，我話我講信息嘅時候，神會俾我意念點去講，同埋講一啲內容咧，有時會俾我一啲不同嘅方法去講喎，同埋神俾我好多嘅教導。咁呢啲都係從神領受嘅，都可以話屬於預言嘅一種嘅。咁亦都有時咧係人咧可以領受咧，就係話佢能夠預言將來嘅事嘅，同埋見異象作異夢呢個咧係聖靈臨在其中一啲嘅嘢，就係、是、神會指示我哋嘅生命，指示我哋前面嘅路。嗱，雖然咧我自己嚟講咧，我一有啲人咧就會收到清晰嘅異象啊異夢嘅，咁亦都有不同嘅人向我發言，真係準確嘅，因為喺好耐之前。嗰時我要翻去，我離開香港，因為我第一個太太佢已經識路歸主，但係佢係唔適應唔到香港，我就要翻返去。嗰時咧，我覺得好失望嘅。咁咧，但係有人同我發言，唔止一個，係有兩三個人同我講，佢話咧，我要去到列國去祝福好多人。咁嗰時我嚟講，我覺得直情冇乜可能嘅。但係神真係實現呢樣嘢，神真係實現嘅。咁即係神會咁樣指示我哋，神都同時帶領我嘅，感動我點樣去跟從佢，點樣去服侍佢，呢都係我領受到，但係我係無言嘅領受到神咧點樣指示我。咁我哋其實個個人都可以領受到不同嘅信息嘅。咁亦都有啲人我識得佢真係領受到異象異夢嘅，領受到預言嘅，係好準確嘅，即係神可以咁真實嘅。咁咧就。即係神嘅心意係咁樣，咁聖靈亦都有聖經講到馬可福音十六章嗰度講到咧，就係話信嘅人必有神蹟隨住佢哋，就是、奉耶穌名趕鬼、審問病人就必好了，同埋説新方言都係講到聖靈嘅另外工作。即係聖靈有叫人悔改之罪，呢個最緊要嘅悔改之罪信主呢個最緊要，但係聖靈亦都有神蹟奇事超自然嘅工作。咁所以我哋就相信呢、這個咧都係神會透過人咧去領受神嘅信息。但係有啲人話。咁你領受咪好似聖經以外加多啲嘢咯？你好似聖經加多第六十七卷啊？咁我就會咁樣回應嘅。當我哋收到信息，係收咩信息呢？你而家起嚟去傳福音啦！你向你個朋友傳福音啦！呢啲聖經有冇講到？聖經有冇講就話叫我哋傳福音有冇講啊？有，不過將佢應用喺你個人啫嘛。你而家悔改啊？聖經有冇講叫我哋悔改啊？有啊！傳福音有冇講啊？有啊，宣教有冇講啊？有喎、啊，即係我哋領受神嗰個對我哋個人嘅感動，或者對一個群體嘅感動。所以領受呢啲先知嘅預言，並唔係領受啲乜嘢額外嘅啟示啊，而係只係將聖經嘅真理應用喺我哋生命裏面，點樣發揮出嚟，點樣應用出嚟。咁所以咧就唔使懼怕預言。嗱，我自己親自咧係經歷過不同嘅預言。借此我講咧，我教友為我祈禱。呢、这個教友領受兩個信息。第一信息，當時咧我要離開香港，咁嗰陣時我供緊一間屋嘅，嗰陣時啲屋價同而家真係相差好遠好遠。咁咧，但係咧啱啱我離開嗰陣時，係已經屋價咧跌緊，即係嗰陣時咧，因為曾經高過又跌翻。咁咧，但係我要賣咗先走。但係我呢一個教友同我講，佢祈禱。你在五月尾會買到，神跟他說，他說五月尾買到，我真的去到五月尾最後一個星期，有個人來看屋，因為我都不得閒，我就將我鎖匙給了對面屋的人，他來到呢，他去看，他一看完就約我第二天看，即刻賣了他，即當時來說，即不是價錢很大，都是算是可以的，真的照他所說，他第二件事說
你將來會翻返嚟香港，並一年咪剩翻香港，你會去全世界地方。嗰時我真係覺得兩樣嘢都好神奇，即係呢度。咁另外咧，因為我係經歷聖靈咧，喺傳統教會被排斥，我喺傳統教會做牧師好多年啦，同埋我係教神學嘅，我喺神學院傳統嘅教會教神學。但係咧，因為我經歷聖靈，我又為啲人祈禱啊，佢哋又經歷聖靈喎，嗰啲學生就好中意喎，但係有啲人就唔中意，咁咧就攻擊。咁咧就有兩個人，一個咧係我唔識嘅，三唔識啫，喺個聚會裏面。我識得另一個傳道嘅，假設呢個傳道，咁啊另一個人喺度喎，呢個人識得佢嘅，咁啊即係三個人企喺度咁啊傾下偈咁啊，跟住佢同我講嘅，佢話我上聚會之後同你祈禱，咁我話好啊，聚會之後同我祈禱，佢講咩啊？佢話你而家面對一個好大困難，你一定要好多嘅禱告託住。佢唔完全識我嘅，佢一見到我即刻神就同佢講嘢。咁另外咧就有一個牧師喎。呢個牧師為好多人祈禱，咁啊，佢唔識我嘅，輪到我，佢話咩咧？佢話有啲人一群喺度攻擊你，即係兩個人都唔識我嘅，但係咧神會咁樣講説話嘅，咁即係咧神係可以真係似先知預言嘅。嗰邊亦都試過喺聚會，有一個傳道人，佢喺度個聚會裏面，佢忽然間叫我起身出嚟，佢就同我講：你將來會去到列國嘅。即係神可以咁樣同人講説話嘅，咁我亦都以前咧曾經有個同工咧係咁樣樣，我哋一齊去宣教啦，佢成日都聽到神嘅聲音嘅。我哋宣教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等個巴士去飛機場，咁咧就報告咯喎，而家去飛機場咧，而家出閘，佢出去上巴士啦。咁我哋就見到一班人，咁跟住行咗上個巴士嗰度，我咧放咗行李跟住行咗一半。佢即刻話：耶穌話唔係呢個巴士。咁佢就問啲人：呢個巴士係咪去飛機場？話唔係。佢隔離嗰個係，即係佢嗰陣時宣布兩個巴士啊，兩個巴士出而家出嚟，一個巴士去某個地方，一個巴士去飛機場。我哋就以為嗰啲多人去就去飛機場就上去，跟住咧神就會講唔係呢架。我哋問咗，原來隔離嗰架，即刻我哋就轉去嗰個巴士嗰度。即係神可以同人講説話咧，可以咁樣咁清晰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去即係知道越親近神，神會同我哋講嘢。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，千祈唔好覺得你就算領受一定係準確，一定要分辨問神係唔係，因為神會再次話俾你聽嘅。唔好咁急於話，因為有啲人咧一開始領受就覺得好巴閉啦，哎呀，我領受到神嘅聲音啦，我次次領受都係準確，有時周時都係唔準確嘅。咁我哋真係係見到。即係人係真係可以領受神嘅信息，但人有心靈有破口就會唔準確嘅。好啦，跟住下面啦，環境、人、事物。嗱呢個耶利米書十八章四節我就唔讀啦。呢個經文講乜嘢呢？神一直叫耶利米去睇一個窯匠做瓷器，佢就揾啲泥整，整下咧整得唔好咧，整得唔好咧，佢就將佢整埋一堆又再整過。神就話：以色列，我都可以同樣咁對你。因為你不聽話，我可以同樣對你；但當你悔改，我就可以興起你、祝福你。如果你不聽話，神可以將你完全將佢再做過。咁咧，神就用一啲物體嚟到同我哋講，就係一啲事物。有時神都會同自然界嘅同我哋講嘢嘅喎。大家望住我啊！你食嘢嗰時可以同你講啊，神咧做幾好食嘅嘢食俾你食。你睇嗰啲人啦，人嘅關係啊，你睇人有感情，因為我愛你。或者有時你看到有個人很關心的人，即刻想到哎呀，我很關心我家人，即是神可以透過很多自然界的東西跟我們講笑話，看到自然界的美麗，神的創造真的很好，即這些就是神可以透過普通的事物向我們講笑話。即其實周時我們看到那些東西都會觸發給一些意念我們的。好了，怎樣操練聆聽神呢？我們一起讀下。第一，相信神隨時可以向我們說話。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五節，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，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。即神可以隨時隨地，有時你一起身咧，一起身係最容易聽到神嘅聲音嘅時候，同埋臨瞓著嗰下，同埋醒嗰下咧，有時就一聲就有啲意念彈出嚟嘅。大家有冇試過啊？有試過幾首？有試過幾首？我試過好多好多。
好多啊！點樣多法呢？我瞓覺都冇諗緊講嗰啲咩道，一起身噔一聲就即刻有意念，點樣講邊度，即刻彈出嚟嘅。即神可以當你嘅心平靜啦，你醒嗰時，因為點解嗰時候容易聽到呢？因為你嗰時候係最少障礙啊，冇咁多雜念啊。所以咧祈禱最好咧，就你一起身去咗洗手間之後祈禱咧最好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少啲雜念，因為你一開始一做嘢咧，你就忙碌，就會多咗雜念。好啦，即係神隨時可能你搭車啊、行路啊，忽然間有時你鬧緊人，神都同你講嘢喎。神話你唔好鬧啦，即係神可以同我哋講笑話嘅。跟住第二啊，完全順服神嘅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，將新嘅獻象當作活祭，唔好效法呢個世界，心意更新而變化。你越聽話咧，就越收到信息。唔聽話基督徒，譬如嗰日成日都掛住呢個女仔、呢個男仔，成日掛住嘅時候咧，神會講乜嘢都聽唔到啊！啲人會講咩都聽唔到，佢淨係掛住個女仔嘅時候咧，乜嘢都聽唔到啊！第三啊，保持內心平靜，唔好受困難影響，唔好成日諗住困難。啊，我發覺咧有啲有情緒問題嘅人咧，佢哋多數諗乜嘢？哎呀，好唔開心啊，好煩啊，係咪啊？諗啲嘢會唔會好啲啊？唔會，個心越亂。最好咧就諗神嘅應許，神嘅應許乜嘢嚟？跟我講，神會幫我嘅，神愛緊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想醫治我嘅。嗱，呢啲係正面思想，但係多數人有情緒問題會唔會咁諗啊？唔會嘅，多數哎呀啲人好衰啊，哎呀好嬲啊，好唔中意啊咁啊，多數都係咁呢啲嘅。其實呢啲破壞性，所以心裏面平穩安靜。好似斷過奶嘅孩子，我祈禱都係咁，我追求平穩安靜。其實祈禱，耶穌都話唔使用好多重複話，以為佢話多就必蒙垂聽。嗱，呢種係種祈求咧，垂聽祈求。我哋親近神咧，其實大部分多啲係宣告神嘅恩典，神愛緊我，我又愛神，多謝天父愛緊我，感謝耶穌。一邊又相信神愛緊我嘅，所以咧喺我親近神咧，其實我係好少言語喎。但我是會有意念的，怎樣呢？大家望著我，即是怎樣？我心中想著耶穌，你真的好，感謝你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哦，在我愛到神，這種第一種祈禱，又相信神愛緊我。第二種祈禱呢，是我為香港、為教會祈禱，心中想著神祝福香港，神好喜悅香港，但我一路都是愛到神，神好想祝福。就是一路愛慕神的狀態，深信神的祝福，一路呢為香港祈求。即是你不用講給神聽很多東西，你不用說香港的人不信你，香港人經常拜偶像、拜觀音、拜黃大仙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道了，神想找一些人真的愛慕他、親近他，有神的心。神呢，當我們跟神相連，神就可以透過我們祝福香港。同埋當我哋同神相連嘅時候，有更多基督徒同人相連，神就喺香港可以做到更多嘢。即係神要改變香港，唔係就係你慢慢求啊、求啊、啊啲人啊，即係啊神啊，你幫嗰啲人唔好拜佛啦、啊。神知道嘅，即係嗰個悟性嘅禱告，我哋需要有，但係唔使淨係悟性嘅，多啲同神相連，神就會俾多啲感動你，點樣去祝福你周圍嘅人，祝福香港，亦都神會透過你嘅禱告更大臨在喺呢個地方嘅。OK， 咁啊，咁嘅祈禱咧，你嘅心就平穩安靜。但係好多人咧就吵神啊！第一，我個仔阿孫，啊仲有孫嘅朋友，啊仲有啊佢要學琴啊，啊佢要學打字，佢要學唱歌嘛啊，啊仲有唔使咁諗咁繁忙嘅，即係你咁你好繁忙嘅咁樣祈禱。好啦，第四個一齊讀下，多親近神，敬拜禱告愛慕神。時時的狀態更加容易聆聽到神嘅。第五，不去思想自己的意念，否則可以試自己試出自己的心意。就係話咧，當你等候神嗰時咧，你就唔好猛咁諗啊神啊，哎呀點樣做咧？哎呀我到底我而家係搬屋定唔搬屋咧？哎呀神啊，我到底做呢份工又唔做呢份工？你唔好猛咁諗，你自己諗嗰時你都唔知道你諗定係神同你講嘅，因為我哋有時係可以係出於我哋嘅私欲嘅。咁咧，我哋就係安靜啦。譬如有個男仔或者女仔好中意一個異性嘅時候，我神啊，我好想要佢。神啊，你話俾我聽啦，係咪佢啊？咁你個心就好亂啦，你就好平穩。神啊，
你嘅計劃最好，唔會走雞嘅。如果唔係神預備，唔會走開嘅。嗱，呢個係信心啊！神有個預備，佢會喺度嘅。但好多人就好驚啊！死啦！神會唔會甩漏咧？成日都驚神會甩漏嘅。神唔會甩漏嘅，放心啲啦。其實我講過，神應許我放心，一直講啊。神應許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。唔使咁緊張啊！神會安排，神會將最好俾你。喺我第一個太太嚟嘅世界，我直情係諗住唔結婚，我真係諗住唔結婚。我諗住攞住個行李就去宣教，由一個地方去第二個地方，就停留喺度，跟住又停留喺第二個地方。但係神同我預備，我又冇追求佢，又冇追求我，就係神預備嘅。即係神預備嘅唔會走甩嘅。神而家為我預備一個非常好嘅太太，係唔會走甩嘅，即係走咗佢嘅。只要你聽神嘅話，神就會祝福嘅。跟住啦，第六啦，一齊讀下。留意在平日忽然收到的意念。我講翻我太太，我俾你睇下。兩個手機都係佢一上嘅。係，多謝。多謝。唔緊要，你一陣睇，一陣過嚟睇。即係我只係俾你睇下，我周圍都係佢上。即係現在嘅太太啊，定係？而家嘅太太。呢度。即是说呢，其实我想说呢，就是神给你的，神给你祝福你。那你说我现在做好太太不是那么好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将它变得好一点，你对它好呢，它就会起码改善。你改善 1%， 你改善 10%， 它会改善，可能 1% 慢慢它会，你越温和它越温和的。你越想想它的好呢，它有它的好的越多，你赞它多一点，它越好的。好啦，咁咧就即係留意平日收到嘅意念啊。有時咧唔係，即係尤其你冇諗開嘅，尤其你自己想做另一樣嘢，但神叫你唔好做嗰樣嘢。即係你自己明明就想嬲佢嘅，但神就話你唔好嬲佢啦。咁呢個就好明顯係敵對你嘅犯罪嘅意念，呢個就係出於神啦。第七啊，逐漸加增等候神嘅時間，一齊講啊。等候神時可以平靜地聽著一些詩歌。平靜地思想一些經文，平靜地愛慕著神或享受神。有些人甚至在等候神時進入天堂的領域和啟示性的領域。嗱，呢個所講咧就係等候神唔一定靜齋喎，可以聽詩歌啦，可以思想經文啦，可以愛慕神啦，中意神啦，一路哈利路亞耶穌。總之你嘅心冇咁忙亂，你做咩嘢聖靈感動你都可以嘅。咁你就神。即係你就留意，有時彈出意念就話咧，叫你點樣悔改啊，點樣跟從神啊，或者點樣解釋聖經啊，即係你有時思想個經文，神就會俾你睇到點樣樣去形容呢個經文嘅。好啦，下面咧除掉聆聽禱告嘅難阻，一齊讀下。罪與情慾第一，第二憤怒不饒恕任何負面情緒或掛心的事。第三過去的負面經歷。第四與神關係疏遠，未被聖靈充滿。嗱，呢啲都係難阻嘅罪同埋情慾啦。跟住咧就係啲憤怒啊、不饒恕啊、負面嘅情緒啊、掛心嘅嘢，成日都掛住。哎呀，啊我仔幾時結婚啊？哎呀，死啦，好酸點算咧？咁咧成日掛住咧，你嘅心就好難平靜啦。第三過去的負面經歷又被人傷害過，成日諗住，哎呀真係衰啦！哎呀我以前有搭樓嘅，而家俾人啊冇，而家冇咗啦！哎呀真係衰啦！哎呀啊，即係講你咁諗嘅時候咧，你永遠都出唔到嚟，你唔單止冇搭樓，你連你個平安喜樂都冇埋，係咪啊？即係就算以前冇咗幾多錢唔緊要啦，神俾翻你嘅，你有衣有食就當知足，冇咗唔緊要嘅。第四咧就同神關係疏遠啦，即係諗到神咧冇興趣嘅。咁你點樣有興趣呢？睇到神咁有耐性感動啊！你睇到神俾我哋咁多地上嘅嘢，如果地上都咁好，天堂會唔會更加好啊？嗱，你另一個觀念睇就地上嗰啲花草樹木都咁靚，天堂梗係仲靚啦。咁啊，神預備嘅，咁我梗係歡喜啦。咁樣你就開始中意神啦。神又感動我，敬拜好我又開心，咁你就歡喜神啦。呢個係真係咧，其實呢個世界上有冇人好似神咁好嘅咧？你越識得中意神你就越多好恩典臨到你身上，你嘅人就越豐盛。你越唔睇到神嘅恩典你就越覺得，即係有啲人咧疏遠神，你覺得哎呀，信耶穌又要祈禱，又要提升，跟住又要奉獻添啊！哇，尤其好多基督徒最憎奉獻，
一講到奉獻，哎呀，又要講奉獻幾多幾多，呢個心咧其實一定難阻嘅。但係你話其實我世上啲錢係用咗、食咗乜乜啊，睇醫生啊，乜嘢全部都冇曬啊！但係因為我奉獻咗，停留喺天上啊，永存啊，並且有今生來世嘅來生嘅祝福。信呢、这個聖經所講嘅就係多種嘅多收，少種嘅少收。你越甘心樂意奉獻，神就俾你好多。嗱，我屋企好貧窮嘅，但我一信耶穌，我即刻開始受一奉獻，因為我知道神係真，我就冇即牧師講一天道嘅受一奉獻，跟住我就受一奉獻。但神祝福我好多，神為我預備咗機會，我讀咗一個大聖經大學學士學位，兩個神學碩士學位，乜嘢都學。學咩學過彈琴啊、打吉他啊、打鼓啊、唱歌啊，點樣聖靈充滿啊？點樣講道啊？即係不同嘅地方學，有好多係自學嘅，即係神就會俾好多嘢我哋嘅。咁所以我哋放低啲負面嘅嘢。嗱，聲音可以來自乜嘢咧？第五點啦，可以來自神咯，因為我啲羊聽我嘅聲音，可以來自神，即係我哋會收到神嘅信息嘅。第二咧，最性情同埋仁義啦，因為情慾。情慾同聖靈相爭，聖靈同情慾相爭。咁咧，我哋真係有罪性情嘅。譬如有時我哋會嬲人啦，嗰啲係罪嘅意念嘅。然後第三，撒旦魔鬼嘅，即係一個我哋罪性，一個魔鬼啦。所以耶穌同彼得講乜嘢？撒旦去我後邊去吧。我話冇搞錯啊，點解彼得會有撒旦啊？因為當佢睇見人嘅意思，佢唔睇神嘅意思，就可以有神。撒旦的聲音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會唔會有時我哋都會收到啲撒旦的聲音啊？都會嘅，所以我哋要小心啊。第四啦，就係人世界同埋日常所見嘅，例如人嘅好同唔好嘅榜樣同埋電視啊。當你睇得電視多啦，你發覺咧自己冇遠冇高啊，忽然間就彈出嗰啲畫面嘅咯，同埋嗰啲人講啲乜嘢，做啲乜嘢啊，即係你嘅心越收嗰啲嘢多咧。你就會彈出嗰啲嘢出嚟嘅，或者你成日諗住嗰人唔好啦，你一上車啊坐低又諗翻佢啲唔好嘅，咁所以我哋嘅心盡量嗰啲唔好嘅唔好去諗啦。即係呢四方面，所以唔好話有意念就一定係出於神嘅，係有出於自己嘅情慾啊、自己嘅罪啊、同埋魔鬼同埋呢個世界影響。咁我哋要分辨，點樣分辨呢？下面嗰度講啦，點樣分辨？第一，合乎聖經。因為神的聲音不能背負自己，神的聲音不會違反聖經的。提摩太後書章十三節，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。即是神會感動你，你應該去鬧他，你應該去搶回啲錢，神會感動你這些的。因為神是話了，他真的不還錢入得他了，不要緊，即是真的不還錢的時候你要入得他了。跟著第二，平安的印證。當你祈求的時候，神啊，覺得我是不是要做什麼事呢？你覺得平安、輕省、舒服和很想去做，這件事可能是神的感動，你繼續尋求、繼續尋求，都是平安、輕省和很想去做，那這個就可以是出於神的。那如果你譬如說你很想自己的情慾去買些什麼東西，那你又很想很想，不過你裡面會覺得有一種不平安的，那你知道好想，但你不平安，咁呢個唔係出於神嘅。咁呢個真係要個人平安先能夠領受到神嘅信息，同埋聽神嘅話。咁我亦都可以揾其他人一齊印證，一齊祈禱去問神啦。第三，建立我哋屬靈生命同埋有屬靈嘅果效嘅，憑果子可以睇得出。嗱，譬如咁啊，咁到你去幫呢個人，哇，真係咧，嗰人生命改變，或者佢唔信耶穌都好。我越來越多傳福音過嚟，這個咧係建立我哋屬靈嘅生命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出於神嘅，因為魔鬼唔叫我哋去跟從神噶嘛。同埋咧，給我哋合乎聖經嘅帶領，即係譬如話去宣教啊、去幫人啊、奉獻啊，呢都係合乎聖經嘅帶領嘅。咁如果嗰樣嘢有啲人去即係，譬如我試過有一個女仔，佢就話佢唔知佢聽錯定係嗰個傳道人講錯，佢就話咧。佢話咧，即係佢覺得就係，總之有信心，我一定會有男朋友。咁佢就話：我如果冇男朋友，我就懷疑神啦。啊，呢啲意念全部都唔合乎聖經嘅，你會懷疑神咧？你會即係話，我又問佢咁，好多女性都冇丈夫啊，咁佢哋冇信心啊。咁即係呢啲意念係咪
合乎聖經嘅咧？聖經有冇咁講咧？咁呢個就係我哋要睇下係咪合乎聖經啦。第五啦，高舉基督十字架同埋神嘅旨意嘅。咁第六咧，就超越我哋智慧同想像，同埋我哋本來嘅屬靈體嘅意念相反嘅。譬如我自己嚟講，我有好多教導咧，點樣處理生命？點樣處理饒恕？點樣饒恕人咧？神點樣教我咧？佢話咧，體恤佢，其實佢好慘嘅，佢好痛苦嘅。佢細細個俾人鬧好多，傷好多，所以佢而家鬧人。咁我當我體恤咧，我發覺真係我慢慢變咗咧，唔單止饒恕佢，我慢慢咧覺得佢好需要人愛佢啊，佢好需要人接納佢啊。咁咧，即係神咧就會咁樣同我講説話。咁呢啲係超越我本來嘅心思意念嘅，即係神又俾我好多不同嘅咁樣嘅感動。好啦，咁跟住第七啦，聆聽嘅時候有咩要提防注意咧？第一，唔係快餐，即係唔好諗住我今日等下神兩個鐘頭咁啊，以後唔使等啦，唔係一次過嘅，係長時間。咁有啲人等下等下晚黑都冇乜嘢聽到，你唔好諗住聽到，你又點樣咧？你聽我講下，你等候神嘅時候，唔好諗住聽到，你就諗住多謝耶穌，感謝天父，神啊，你真好。嗱，你咁樣嘅時候咧，譬如我咁樣，即刻我就會有一個意念咧，神喺天堂好美麗，你開心。嗱，即係唔係一個意象嚟嘅，就係、是、意念，神好開心，神好歡喜我，聽明唔明？即係呢咁嘅意念出現，你就都係合乎聖經嘅，咁就神，咁你就接納。即係神我家好開心，就接納感謝天父啊，好似一個平靜嘅水，好平靜。咁你嘅意念係幫助你親近神啊，呢、這個就幫助。即係你唔好諗住好似有句聲音彈出嚟，有啲人真係有嘅。阿王姐咧，唔知大家識唔識王姐？王姐咧曾經佢講過佢聆聽神聲，佢周時都唔係佢聆聽，佢話試下喺街度行，跟住一行。後面即係聽到神聲音叫佢名啊！佢啊可以咁樣經歷，唔係個個人都係咁樣嘅。咁咧，但係咧，總之你一路等候神，譬如話我嘅心平穩安靜，一路思想嘅神啊，忽然間諗到自己好似喺個樹林啊，啲風喺度吹啊，好平靜，一個湖嗰度好平靜，即係咁你咪繼續咁樣領受咯，即係就在神一路帶領你，咁你個人就越嚟越平靜啦，即係。唔好第一唔好期望一定係好似聽到啲字咁樣嘅，即係啲意念出現，咁嗰啲咧你就看為就係神嘅，即係神俾你嘅感動。咁第二咧，開放俾其他人印證，即係譬如話啊，你話啊，我有感動去宣教，你就請周圍嘅人為你祈禱，或者我有感動去分享我嘅見證。嗱，分享見證都有好多種喎，咁好多見證我都鼓勵你即刻分享啦。咁但係有啲話。有時有些你覺得都不知道好不好分享，因為呢有些好像令到人覺得有驕傲喎，咁你問下人啊，我咁樣分享好不好呢？有些人話唔係驕傲咁樣，唔係驕傲嘅呢個。咁有些人話係喎，的而且確好像高舉自己喎，咁你留意點樣講啦？咁即係呢個都可以請其他人印證嘅。咁有些人會收到哇，我收到嗰個人有罪喎，咁你請其他人為祈禱先，請傳道人嗱，冇人普通信徒啊，咁好多信徒可能佢判到啊。咁傳話，你話我收到呢個信息，我唔知係咪咧？你我祈禱去印證啦咁。好啦，第三，接受我哋領受未必係完全嘅，我哋可以聽錯同埋我哋係而家對住鏡子看啊！嗱，聖經講嗰個鏡咧，唔係我哋今日啲鏡啊，係揾下嗰啲金屬啊！你啦，揾啲銅嚟到做鏡，清唔清楚啊？唔清楚啊！你會揾個嗰啲湖水嚟到做鏡啊？我湖水做鏡睇蘇德啦，好難係咪？可能得前書十三章十二節一齊讀下。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；到那時就要全面對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時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樣。係而家我哋有時模糊不清嘅，不過有啲人真係會收得好清晰，即係神真係會同嗰啲人講得好清晰嘅。咁呢啲就係神賜俾佢呢個恩賜。是先知的位份，先知的恩賜。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神的帶領的，這個呢我們都領受，即如果神要你做什麼，神會給你帶領的，但是可能不太清晰，慢慢收得越來越清晰，即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收到神的信息，不過有些人特別有這個恩賜收得更準確的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分辨。如果有人跟你講語言，你都要分辨，
唔好係有啲人會去好中意去嗰啲先知性嘅説話啊，嗰啲聚會啦，先知嘅聚會啊，佢講乜嘢咧？當佢係金科玉律，唔使咁樣講嘅。如果係神同你講，佢會再同你講翻嘅，唔使一定係將嗰啲人嘅説話看為一定金科玉律。佢有可能收得準，亦都有可能收得唔準。唔好以為一定帶領聚會一定收得準嘅，唔係一定嘅。咁咧，亦都我發覺好多嗰啲先知啊講咩咧？神好愛你啦，神醫治你啦，啲人攻擊你唔緊要嘅，依靠耶穌你嘅生命會發揮嘅，神喺你生命有奇妙計劃嘅，你祝福好多人嘅。嗱，啲説話聖經已經講曬，有好多。其實先知嘅作用係咩咧？最主要係帶領侍奉，點樣突破教會，點樣突破我哋嘅生命，點樣突破，點樣去侍奉嘅。咁呢啲咧，神嘅帶領。但需要驗證嘅係會幫助教會，譬如教會喺呢個時候需要啲乜嘢方向咧，咁神係可以指示某啲人領受到呢個方向嘅。好啦，第四服事中聆聽嘅原則係咩咧？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嘅，係建立人嘅，唔係令到人拆毀嘅。即係先知領袖唔係叫人啊，你冇用啊，你蠢啊，你真係垃圾嚟嘅。即係先知唔會講呢咁嘅説話嘅。因為我哋講啲説話，領受嘅都係建立人嘅，對自己都係，對自己都係神要用我嘅。咁大家記再記呢個金句啦，約翰十章廿七節，我呢叫人聽我哋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神要聽我哋聲音。嗱，我哋而家試下聰明，等候神一陣間。咁我就想大家就係留意，當你去諗到啲意念嘅時候咧，你唔好去諗，要啲好神奇嗰啲意念，有時。同你有開嘅意念好類似嘅，你就會即係話啊，好平靜，好舒服啊！神喺為我周圍圍住我，咁咧已經係神嘅意念嚟嘅。即係咁，我一間都會請大家分享嘅。咁大家就唔好諗住要好神奇嘅意念，因為當你諗好神嘅意念嘅時候咧，你有時就會覺得冇嘅。咁你留意一啲好，可能你都平時都有收到嘅意念，咁你留意一下。你會發覺會有嘅，咁亦都有時有啲人咧係會經歷到神嘅釋放安慰嘅。